次你个沙律油系快到不得了，真系不得了噶。生菜我哋切头，切两刀，放落个大碗度，之后落啲搣咗定嘅车厘奇，之后我哋转头可以去霎一霎蛋。5分钟，两粒蛋熟咗攞上嚟，跟手炒埋啲菇。咁我哋先前咧就捞咗啲蒜头落去，炒出嚟香味好啲啊嘛。黑豉，落油，落菇，菇可以泡，捞就咪泡啦。落黑胡椒，兜一兜佢，好料啊！掟个靓弯翻嗰边，落煲，落黑胡椒，盐，少少橄榄油，再柠檬汁，切半个。日式沙律酱，都系面，我哋捞一捞佢先。蛋，拍一拍，向前推，咁就得噶啦。一开射，摆喺面，再加啲日式麻酱，完。